感谢老许的粉丝灯玩啊。点点赞，点点赞，大家一起点点赞啊！那我们一起点赞，点赞，迎接我们的王助理到来，开启今天晚上的直播。外卖也点不成，这不知道烤了啥东西了。老板，别对着我拍呀！不对你拍，对谁拍？不是你那样拍，我觉得怎么有问题。没有。为什么抢？这样说话听得懂。先摇人摇赞，快，咱们上赞。看车，20左右。我想想，咱家20左右，就是车还挺多的哈。比如说，你要的是轿车还是 SUV？ 啊，你要的是哪年限的？什么级别的？是的，今天才去纹的身。欢迎原点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。咱家20左右的现在有，A6， 本田 URV， CT4 卖了，还有啥？还有不到20的，还有银石派，他问你今天穿了几层 buff？ 我说红蓝双 buff。双倍快乐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，欢迎阿坤学长，老板这样拍我都不好意思放下腿了，搞得我太不自在了。什么红蓝吗？应该很好看吧。红蓝谁敢穿？我穿成绿色了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身上必须得整点绿色。你啥时候能给那个美颜关掉？什么？说我吗？说我把美颜关掉吗？我说啥时候能给美颜关掉？什么啥时候能把美颜关掉？那咱们点赞到10万，我关美颜。那你们快别点了吧，啊，都别点。老板说点赞到10万的时候把美颜给关了。我说你们还是别点了吧，趁早。你要自信，真的，你关美颜没啥区别的。但是我不想让他们看，配吗？这是你们不花钱能看见的吗？真的是。你别说，别在这儿说，说别人要充值，我跟你说。先办个会员。啥？10000吧？送出了大啤酒，王助理瘦了。没有瘦，还这个样子啊？还这样。是破壁网，我真是醉了，考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办？这么说必须去买车了。我前两天不是那个我闺蜜聚会嘛，然后那个当时聚会上有一个男生啊，也是单身，他就说，哎，我发现你是不是那个就是抖音上的谁谁谁呀？我说你认识我呀？你说你认错人了，不是的。然后那男生你知道说啥？那男生说。你比抖音上好看太多了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哎呀，说的我当时我心花怒放的。他说看看看抖音，就老板拍的，可能把我拍太丑了，然后他就没认出来。
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，感谢苏云的粉丝灯牌。我的嗓子要废掉了。如果说动动小手把赞点一点哈，宝子们，动动小手咱们把赞点一点，点到一万赞咱们就可以出去讲车了啊，点到一万赞就可以出去讲车了。嘿嘿，让你给我飞一个小空姐。点关注不迷路哈，宝贝们，开启缘分第一步，有了第一步，何愁没有第二步？先把关注点一点。那你让他买辆车呀？我们到时候坐在面对面，就20个人的桌子嘛，我坐这边，他坐那边，我俩没有单独说过话，就什么玩游戏的时候到我了，放关放到我的时候，我俩聊了两句，我咋好意思上去让人家买车呢？合适吗？瘦了真的吗？你们为啥都说我瘦了？我没瘦呀。就一双。王助理为什么穿两双袜子？因为双倍快乐。这词儿整出来，坐着跟撒屌一样。那老板你来，天天老板嫌弃我，这嫌弃我那，要不老板来，我给你们播老板好吗？好就扣一，老板天天嫌弃我说我不好。谁不想要一个王助理呢？真的是，谁不想要一个迪丽热巴呢？好，赶紧说词儿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双击点赞，戳一戳屏幕啊，宝贝们！万里长城永不倒，来到甜甜的直播间，跟大家先问声好，祝我直播间的哥哥们啊，出门就能挣到1000万。不能说的秘密，不看老板。那老板天天嫌弃我，我也没办法。咱们先把赞点一点，点到10000赞就可以站起来讲车了哈。点到10000赞，动动小手把赞点一点，动动小手把赞先点到10000了，宝子们。可以订这双袜子吗？你来提车我就送给你，好吧？提车就送给你。爱情追求一生一世，豪车则会如期而至。希望我的宝贝们都飞黄腾达，要啥有啥，鸿运当头，啥都不愁啊！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。买那零食的，给我搞几包。我藏起来了，你要吃吗？藏起来干啥呀？我怕你偷吃。滚！方便面，馍片儿啥吃的？馍片儿也好吃呀、啊。你怪会藏的哈，你藏到我柜子，真会藏。兄弟们点点赞呢，你们不点赞咋开启今天的直播啊？妈呀，开播了9分钟了，才2000赞，这不是你们实力啊，我感觉你们这些右手非常厉害的人都是麒麟臂啊。上次1分钟干了什么4万赞，不过当时直播间2000个人哈，1分钟干了4万赞。总共都没3000赞，兄弟，你今天3000赞点满了，现在才2900赞，我他妈还点了700多赞。你要点了3000赞的话，我这后台会有提示，知道吧？后台都是有数据的，但凡点3000赞的，我都会私信一张主播的照片给你，都是尺度比较大的那一种。所以说你不用说你，对你。你不要说你点够3000赞的，因为每次下播只要是点3000赞的，我全部都私信发了有王助理的图片。
接过来了，喂。我靠，我都知道我一接这个电话我都完蛋，我跟你。喂。同学。他今天晚上他们加班不？加班啊。加班多。现在几点？8点。我他妈9点我报警看看。好。我接那个电话手机都不动了，妈的。咋的？我正在搞程序呢，你打过来了，我不接你就说我不接电话，我这一接。9点多我去看看。好，都在。需求真断了，妈这要命呢，我的饭呢你知道吗？还有老板反抗护士吗？电门拍护脸可以吗？你傻还是我傻？护你脸吗？哎呀，老板在零点啊。哎，不是的，他那个电话接的我这程序都搞乱了，你知道，烦死了。烦死了，孙猴子那个烦死了，小耳朵一晃。这我现在从哪接我都接不住了，我都不想接他的电话了。那买个车真感觉。自己超牛逼，你知道吗？别吃了，发胖。我晚上没吃饭，反正趁着你们点赞的时候，马上就10000赞、9000赞，点到10000赞之后，咱们就可以出去讲车，就可以不吃了。欢迎石小博，欢迎直播间的宝宝们。9800了啊，马上就到10000赞了，10000赞我们就可以起来去讲车了。老板，今天讲车是我一个人还是你帮我拿着呀？我不帮你拿，我忙。我自己讲。哎呀。又是自己讲。10000赞，那我自己讲去吧。好，拿去吧，拿去。哎，饼干都吃了。等一下，收拾一下。等会过来再吃吧。正板拿出去，别卖。哎呦，我的胳膊还疼呢。那谁找你干啥了？你这话说的。噔噔噔。喂 ，Hello， 我刚没声音，搞忘记了。哎，我们看，第一台车哈。刚刚我忘你没开麦了啊。刚老板给你们比了一个这个手势啊，这个手势啊，没问题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，咱们看咱家第一台车哈，第一台车是咱家的一个别克 GL8， 这个 GL8 是。2019年的车，安全行驶60000公里，这个车现在啊是首付50000块钱就能带回家啊，单侧电动门，全车基本上是一个纯素车的一个状态啊，车内非常新啊，98新的一个状态，基本上是非常新的，除了就偶尔的有这个座子的这个折痕啊，只有这一点，剩下的都很新啊，这个车现在原本原漆。只需要首付五万就能带回家，全车是不到二十，十九万多就能带回家，车后排基本上就没坐过人，非常之新，哪有袜子？买车会送吗？是的，买车送哈。现在我坐的就是咱家的别克的 GL8，咱家现在不只有别克的 GL8，还有那个本田奥德赛啊，还有那个艾力森呐、啊，还有个。
GM8 好像是今天才收的啊，广汽传祺 GM8。咱家的 MCV 也是非常多的哈，除了这一台啊，这一台现在是停在展厅内的。感谢回眸世间送的加油呀！欢迎晴天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，来我们看下一台。GL8 哪一款啊？这个是 25S 的啊 ，25S 豪华的，它的新车指导价是249,900的那个配置啊，249,900的那个配置，现在咱家是19万多，原版原漆哈，原版原漆。来看下一台，下一台是咱家的一个，魏派 VV7， 这个魏派 VV7 老厉害了，它是20年的顶配啊，它是 2.0T 旗舰版，安全行驶了4万公里，全车现在只需要13万多就能下地啊，哎，我这个嗓子呀。看一下这个咱家的这个魏派 VV7 哈，国内的一个顶级音箱燕飞利仕啊，电动座椅，座椅记忆啊，多项座椅调节，而且还有座椅记忆都在这个座椅的这个侧方，跟一个电脑板一样，特别的好看。然后看它的这个运动平底方向盘啊，而且10来万的车给你配了一个人脸识别系统，你去哪找10来万的车能给你整个这个系统上来的啊？10几万的车享受了30几万的一个配置，它还有那个氛围灯啊，单向空调的调节，然后它的这个设计啊，非常的像保时捷哈，包括今天拍的那个帕美，它设计真的非常之像啊。大鸡腿的一个挡把，这里还能无线充电啊，液晶显示屏，全景大天窗，带你们看一下，全景大天窗可以带着你的妹子去看诗和远方。什么 DJ 来一个感受一下音箱，我现在没有拿钥匙宝子，如果说你们想看这个车哈，你可以后台给我发个私信，或者说你想听哪个东西了，你可以再就是跟我详细说一下哈，我要去拿钥匙非常麻烦。今天什么丝，今天是青菜炒肉丝儿，好吧。啊，这个车现在是首付3万就带回家了哈，怎么脏兮兮的，这个不叫脏兮兮，这个色儿叫水泥色儿，我不知道咋形容这个色儿，就这样吧啊。来下一台，咱家的一个本田的一个 URV 哈，本田的 URV 是19年的车，也是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，这个车不到20哈，现在不到20就能出，首付5万。感谢晴天送的小心心，欢迎一柱晴天。什么厚吗？这能厚吗？啊，来我们看这个日系车，日系车里面很少有能把这个空间做到这么大的哈，日系车里面空间都是比较小的，包括今天才进，就昨天才进来的那个卡罗拉，一会儿带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啊，日系车的空间都是比较小的。是晴天不是晴天，你们说都对，好吧，晴天啊，这个本田那个 URV 哈，它是本田里最大的城市 SUV， 空间之大啊，一车坐不下6个美女啊，最多只能拉5个模特。这个车现在是19万多哈，非常的保值，你就算开个1、2年，你也不折个啥钱，1、2年之后你再卖给我，你最多折个10000多块钱不得了了，车是非常保值的啊。飞机档啊，大天窗，电尾门，真皮打孔座椅，液晶仪表，无钥匙进入啊，一键启动，直角门，大空间。什么？宝贝我来了，好的秘制小汉堡。而且咱家这个是个香槟色哈，香槟色是非常高级的一个颜色。来带你看一下后排，直角门的本田 URV 哈，正常的 SUV 是做不到这个。没个摄影师吗？没有的啊，没有。球咬吗？被蚊子咬了吧，应该是。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后排空间哈，我觉得后排空间，我正常的我在这个地方我都可以盘腿坐下啊。前面的座椅调节应该是个1.8米的小格格的一个坐姿调节，后排
你但凡你腿短一点，你都伸不到前排去啊。后排采用的也是真皮打孔的一个座椅啊，真皮打孔的一个座椅，这个空间是绝对够的，你放一张床都够呀，宝子啊，你放张床更适合带你的妹子去看星星了，是天上的星星，不是地上的那个捶胸的那个星星啊。现在盘一个，我就自己一个人，我咋给你盘？我给你这样盘，这样盘，真的是，个人号透露吧，个人号，我现在你，这咋说呢？你现在在的这个直播间哈，每发那个新作品下面都会把我小号给艾特出来，叫做四天王助理那个就是哈，四天王助理那个就是啊。来，现在讲一下这个咱家的本田的英仕派哈，本田英仕派是。雅阁的一个双胞胎吧，应该算是啊，双胞胎。这个车现在才16万啊，16万，它和雅阁长得真的非常像，非常的像，除了有一点点长得不一样，就可能怎么讲，就是这拿明星应该怎么比喻呢？我觉得这个车长得就很像邓伦啊，然后雅阁呢长得就非常非常像那个，怎么讲呢，就双眼皮的那种帅哥哈。家你微刷什么？不用刷什么，宝子，我家是提车哈，提车提车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英仕派的一个内饰哈，车非常新，才跑了10000公里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新车啥样它啥样啊，没有一毛毛区别啊，没有一毛毛区别，新车啥样它啥样。这个英仕派10000公里2020年的车，现在只需要16万，首付4万哈，首付4万就带回家了。首付4万，不只是车非常新，而且空间非常大。这个晴天哥哥一看就是大佬级别的啊，一看就大佬级别。为啥？因为他问你刷什么样的礼物能加你，为别人家小姐肯定才艺就是啊，你刷什么东西你才能加我，刷什么东西才能加我。我家不是才艺主播，我家是卖车的啊，卖车的。美女穿多大鞋？就你看见了这么大的鞋，好吧。我说我直播到现在我忒可怜了点儿，没有粉丝送我东西，我妹好歹还收到一双鞋，大家现在放在这儿了。个人号呢，个人号我平常也就是发发广告，说句实话哈，我给你们看下来，不是卖车不方便加微，我说句实话，我带你们看一下我自己的朋友圈你就知道了啊。我的朋友圈都就长这样啊，就长这样，全部都是广告，全部都是广告，没啥可看的，你不知道。但凡是有啥可看的，我都让你们加了。我不是说我自己啊，里面发的全部都照片，我里面都是卖车的呀。我平常不爱发自己的照片，很少，偶尔才发一张，啊，偶尔才发一张。如果说你们想看，我现在可以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昨天才发的一张，往哪儿去了？等我刷一下，啊，就昨天才发的一张照片。呀，他又提示我，我哪聚焦了？天哪！就昨天发了一个照片，他刚刚又提示我一次，他说我聚焦，我哪啥时候聚焦了？我天，啥时候没有啊？这官方管的我，啊，是吧？知行合一好，加个 V 回去请我喝酒，我请你喝酒，你找我提车，我请你喝酒，好吧？这是袜中袜吗？这叫双倍快乐，你懂啥啊？来看下一台啊，下一台是咱家的一个凯迪拉克 CT6 哈。 CT6 呢是20年20款的，安全行驶了30000公里，全车是原版原漆哈，感谢知行合一的小心心。这个车现在是跑了30000公里，实表原版原漆的车，现在只需要首付5万啊，首付5万，全款也才26啊，26。因为这个车啊，它是20年的，20年20款，28T 的一个时尚型，28T 的一个时尚型哈。车是非常漂亮的啊，电动座椅、BOSS 音箱、白外米内、多功能方向盘、无钥匙进入、一键启动、液晶仪表啊、天窗啊，还有什么液晶大鸡腿挡把，后排空调啊，后排还有座椅调节，后排座椅调节在这儿啊。挑前排的一个这个位置，啊，前两天没播干啥去了？那能让你们知道吗？真的是天天我啥都被你们管得严严的，你们是我啥呀？啊，我妈都没这么管我，
我妈还不会问我说我出去干啥干啥了呢，真的是管得忒严。我下班时间就属于我自己啊。来看这个车，现在是首付5万哈，首付5万，凯迪拉克 CT6。 别人说金油推背很滑溜，因为我开 CT6 只要金油不涨价，咱家凯迪拉克就不掉价哈。满天星的一个大前脸，非常霸气啊。外观沉稳霸气，内里设豪华有设计。看这个奥迪 A6，奥迪 A6 这个是新款的哈，咱家外面还有一个老款的。新款奥迪 A6 它采用的是第三代 EA88 的一个技术，现在已经不漏机油了啊，不用机油了。这个车现在是首付最低12哈，首付最低12就能带回家。外面还有一个老款的 A6， 老款的 A6 的话是首付5万哈，首付5万。什么？送你37的鞋能穿不？你要送我鞋？欢迎可你不提民谣呀。来看一下这个咱家的 A6 哈，咱家的这个 A6 它是20年20款45高功率啊，45夸错甄选动感型。这个车现在首付最低12哈，首付最低12，然后还有什么全款，全款现在老板说这个37万5都能卖啊，37万5都能卖。为什么很多人听说奥迪烧机油变速箱经常修，车内异味重啊，转向跟刹车都像是有伴奏，但他仍然愿意选择 A6， 因为人生需要秀，高光时刻你得开 A6。 A6 是人生绕不开的一台车哈，绕不开的一台车。能看一下奔驰的吗？奔驰的咱家现在只剩一个奔驰 C 了，连奔驰 GLA 都卖了，奔驰 GLA 都卖了，现在只有个奔驰 C180， 奔驰 C 级啊，奔驰 C 级。冯管您开的是奔驰 E 级还是宝马七系？逢年过节见了 A6 都得是弟弟，那都得排队给他送礼，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意义啊。真的开这种车的大部分都是，应该现在怎么叫也不能叫老板啊，就是你们懂的，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给别人送礼的那种啊。因为这个车就是比较低调啊， BBA 里比较低调的一款车。老板也不来当支架了。是的，今天天气热了，应该不是爽丝了吧。是的，我热得要死，我现在出汗，热死了都快啊。这个新款的 A6 呢采用的是三块液晶屏哈，三块液晶屏，主驾一块，副驾两块啊，它这个上下分屏啊，而且还有触感，叫什么？触感反馈键啊。采用的大部分都是钢琴烤漆和一个碳纤维的一个饰板啊，真正带夸戳到底，看见了吗？那今天这双狗味儿了，在说啥？烟入味了吗？看看油门踏板。看见了吗？其他这个车开起来真的超级舒服，而且很省油啊，很省油。BBA 里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省油，你但凡你开过 A6 哈，就知道它不管是在高速上还在城市内哈，它合下来非常的便宜啊，非常的便宜。而且它现在是这个第三代的这个发动机的一个技术，和那个老款的，外面咱家还有一个老款的哈。老款的这个是16年的 A6， 16年的 A6 是首付5万，啊，沃尔沃 S90 吗？也有啊，也有。我看停对面了没有？沃尔沃 S90 开走了吗？哦，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嗯，怎么没有取得资质呢？我没挂吗？这老板咋不把这个挂上去呢？这不扯呀。现在好了吗？现在好了吗？我把这个小风车给挂上，这个小雪花刚刚没挂上。捷豹 F-Type 吗？ XFL
先给你讲那个沃尔沃 S90 吧，沃尔沃 S90 在那儿啊，在那儿，我现在指的那个地方啊，也是我家的，这对面好多车应该我家都能停啊，好多都是我家的。然后那个车现在是应该是不到二十吧啊，应该降价了，不到二十就能出。沃尔沃 S90 18年的车，一个低配的。奥迪多少？刚刚这个奥迪哈，门口的这个16年的奥迪现在是不到二十，也是不到二十，19万多哈，19万多，因为它是16年的，跑了9万公里。然后这个车车内是非常新的，这个我带你们看一眼。车主吧把这个车给你们翻新了一下座椅啊，车内非常新，不管是主驾、副驾还是后排啊，带你看一眼。是不是一个税下来都是2000万的，对不对？一个税都下来都是2000万。看见了吗？这是咱家这个外面的一个16年的奥迪 A6 的一个车况啊，它是一个黑外棕内，我这个灯光可能有点亮，它是一个棕色的内饰啊，棕色的内饰。然后座椅给你们做了翻新，经典的折叠屏啦，哎，这个挡把，我不知道这个叫怎么讲，叫挡把。然后它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啊，正常的按照奥迪 A6 这种车型来说哈，16年的车最少得跑了12万到18万公里了，但这个车才跑了9万公里啊，9万公里。哪个低配配置？这个奥迪 A6 哈，它是，你这样吧，你给我后台发个私信，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，好吧？我家所有的车都在一个链接里啊，都在一个链接里。你给我后台发个私信，我把链接发给你。咱家这个链接里啊，不只有车况啊，它还有车年限、公里数多少钱。然后咱家所有的现车都在里面啊，都在里面，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。就比如说你心里价位是20万左右的，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20万左右的都有啥车。咱家刚那个 A6 是标准型哈，标准型应该是个中低配的啊，应该是个中低配的，16年的。你的腿怎么会发光？你关心点正常的问题好不好吧。是的，是在卖车啊。然后看这个，这个是咱家前两天才进来的一个丰田卡罗拉，有没有E300？主播E300暂时卖完了啊，暂时卖完了E300。现在咱家的奔驰只剩一个奔驰 C 了啊，奔驰 C180 啊，奔驰 C180。C180 呢是个小姐姐的车，然后那个小姐姐呢现在把车卖了，那个车非常香，非常非常的香。你一开车门，你但凡敢打开那个车门啊，门把手一打开，就知道哇，这一股子女人香迎面袭来啊，真的太香了。那个车，那个车现在是24万多，24万多哈。卡罗拉这是19款吗？是的，这个是19款，20年的车，跑了10000多公里实表啊。这个车现在是10万，咱家是写的10万05，好像是10万05啊。丰田卡罗拉哈，经典的一车传三代啊，人走车还在。晚上都是几点开播？晚上是8点开播啊，8点开播。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，经典永不过时。来，带你们看一下车内啊，新的一批，10000公里啊，10000公里实表，10000多一点儿。它也是真皮打孔的一个座椅啊，真皮打孔的一个座椅，全车都非常新。10000公里能跑到个啥呀？而且这种车型啊，你买菜呀、接小孩放学呀，啊，你也好停车呀。关键是啊，这个车超保值。对，丰田 Toyota， 爱你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开 Toyota 啊。丰田的一个卡罗拉，非常保值的车型啊，非常保值。我就说你，但凡你开个一年，你再过来卖给我，你人家正常的车价啊，正常的车价一年可能是折个2-3万左右啊。如果说是非常冷门的车型，一年可能要折个6-7万，但是这种卡罗拉啊，卡罗拉一年你能折掉10000块钱就不得了了，我属实算你牛皮，好吧？这么粗的腿，那咋整啊？你们不喜欢粗腿啊？不喜欢你可以去找瘦的呀，宝子，没说非要让你喜欢呀。我就长这样，我也不能改变呀，我也不能对不起我妈呀，天天喂我那么多肉，对吧？来，带你们看一下外面的车啊。可以看看双思吗？我都关注了，拉一下双思有没有链接，看看人。这都啥问题啊，真的是。啊，我带你们看一下外面的车啊。外面的车，这个是
属实，实话实说啊，这个第一台是我们老板娘的车，我们老板娘的车，这个是本田的一个捷德，老板娘天天啊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这个车，非常的新。来，我带你看一下，拉开车门，感受一下老板娘的座驾啊，还有老板娘的卡子。来，它这个是个装了一个坐垫啊，装了一个坐垫，坐垫是个棕色的。哎呀，哇，车上好新的，一股子新味儿，就是新车的味道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看老板娘，这少女心是吧？这小珠花，还有这小卡子，这确实是我们老板娘的车啊。现在是老板娘也想要换车了吧？应该是本田捷德啊，这个车才9万多块钱。9万多块钱就能带回家了哈，你想想老板娘自己开的车能差吗？16年的车，然后跑了有几万公里，应该是没说，应该是6-7万公里吧，应该是16年的车啊，实木真皮的经典搭配啊，这没地方放，放鼻子上的，这是实木啊，实木真皮的一个经典搭配。现在这个车只需要9万多就能带回家哈，只需要9万多就能带回家。本田捷德两厢车哈，来看下一台，看后排。好嘞，这种车型我觉得我家现在就最近这几天哈收的车都是那种日系车，超保值的啊，超级保值的车型。它实际上它是个真皮打孔的一个黑色座椅，但老板娘爱惜车，她给装了一个坐垫啊，而且还给您装了一个同色系的一个脚垫，棕色的脚垫和坐垫，非常的爱惜车。就算你把这个坐垫给拆掉啊，坐垫给拆掉，它也是非常新的。怎么了？这个本田捷德现在是9万多哈，9万多，16年的，全车是原版原漆，原版原漆，还好贵。你去对比一下别人家好吧，宝子。我实话实说，别人家就是拿大锤子敲烂了半天。我告诉你们，16年的奥迪 A6 他们都敲了，实在不行了才降到21万。我家直接就没有给你们整虚的，你们非要喜欢那种玩套路的，我都说不赢你们呀。你们要喜欢套路，以后我也给你报的高高的，下次我也给你敲敲一下掉2万，敲一下掉3万的，真的是。来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是咱家的本田的一个思域哈，本田思域我的菜，副驾做个小可爱啊。思域，这个是16年的思域，跑了35000公里，好像是，也是实表啊，实表，它是一个米内啊，真皮打孔的一个米内。这个车，说实话哈，16年到现在3万公里，确实是非常少的一个公里数哈，非常少的一个公里数，而且是实表，咱家不调表哈，有一说一，车况给你全部都签在合同内。车况全部都签在合同内，这些你都可以放心哈。它这个是14款，但是是16年的车，16年才买的这一款车，现在跑了3万公里，基本上放家里没怎么开过，车是非常新的。包括我坐的这个座椅啊，我副驾驶都没啥，这样吧，给你们看一下主驾驶吧，主驾驶都没啥痕迹，何况副驾驶呢。卖多少钱？咱家这个思域啊，咱家这个思域现在是7万多块钱啊，7万多块钱。我之前搜了一下，人家14款14年的车都已经卖到6万8了，我家这个是16年的车哈，16年的车差了2个年头。正常的来说，一个年头差2到3万啊，一个年头差2到3万，年头越久差的那个价钱可能就稍微少一点，比如说12年到13年可能差不了那么多，可能差个就是5000-1万的。但是这个车啊，现在才7万多一点啊，还挺保值。日系车真的都保值，而且你想买一个日系车的公里数小的不太多见啊，不太多见。这副驾驶啊，我起来给你们看，挡到你们看车了。来，副驾驶，我说主驾驶都没有使用痕迹，何况副驾驶呢？车是非常新的哈，本田思域啊，本田思域。冠道有没有？咱家现在有 URV 哈，信仰彭于晏，信仰彭于晏。咱家有本田的一个 URV 哈，它是冠道的一个双胞胎哈，而且它是本田里最大的城市 SUV。现在给你们看的是咱家的本田的这个凌派哈，我就说最近收的这个日系车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，非常非常的多，都不给拉一下看看，我等会儿吧你啊，有汗吗？
哎，我好像才收一个，你别急别急，我给你找一下的啊，我给你找一下的。今天我才更新的，我记得好像有收了一个汗，就这两天收的，别急，我找找汗。有有有，今天才收的，带你看一下啊。比亚迪汉20款21年上的牌，是21年的车，四驱高性能版旗舰型啊，这个是高配的哈，它不是顶配，它是高配，跑了11000公里，现在是22万9啊，22万9。二手车很少有汉，我就说你真的你会问我，今天才上的，前两天还没有。如果说你想要看这个车，你把那个后台私信给我发一下，我把这个发给你啊，把这个发给你。URV 哪一年的 ？URV 是19年的车啊，19年的车，现在是19万多，19万多哈。URV， 那XRV 呀、CRV 呀、URV 在这儿啊，我带你进去看吧，我这给你讲你什么？好喜欢汗，满身大汗，你满身大汗关我啥事啊？哎，是谁的这个什么奔驰啊？是谁？什么拍这么近？学校新直播间是啥？我带你看一下那个本田的一个 URV 哈，走，我带你去里面看。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一遍了，因为刚刚讲到外面车，然后就出去了。来看咱家的本田的一个 URV 哈，本田的 URV 在这儿，它是本田里最大的城市 SUV， 最大的城市 SUV 哈。它不仅可以做到开到直角门啊，空间之大啊，一锅炖不下。带你们看一下后排空间，后排空间哈，它的前排已经是一个1米8的小哥哥的一个坐姿调节了。后排的空间，我说我正常在这个指着这个地方，我指着的这个地方哈，我可以盘腿坐下。其他的车真的，目前来说我家这个展厅内还没有别的车能够做到，但是它可以哈，它可以，我可以盘腿坐在里面，甚至于你腿稍微短一点，你坐在后排你腿伸不到前面去，因为腿太短了啊。这个车是真的大，什么盘腿坐一下试试，你连我的粉丝都不是，你给我提这么多要求宝子啊。而且我现在我没有摄影师，我是自己一个人在给你们拍，在给你们播呀，我忒难了点儿，你们还给我要求这要求那。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前排哈，前排它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使用痕迹哈，99新的一台车，本田的 URV 19年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，全车是原版原漆啊，原版原漆，现在只需要首付5万就可以带回家。无钥匙进入啊，一键启动，多功能方向盘，电动座椅，全景大天窗，真皮实木的一个饰板，液晶显示屏，飞机挡把，不仅有节能模式，它还有爽挡模式哈。这个是低配还是中配？这个是 1.5T 的哈， 1.5T 的两驱的，它不是四驱的，不是四驱的，这个是两驱的，现在是19万多哈。如果说你想要这个车，你就后台给我发个私信，你要信仰的话，一会儿我都那个可以自己给你讲这个车，都是我这个链接发给你看一下，如果说你要喜欢可以自己过来看哈，可以自己过来看现车。而且它还有换挡拨片哈，换挡拨片，日系车能给你做的空间这么大的属实是不多见啊，属实不多见。而且这个车真的非常新，你别看它跑了6万公里，但是它非常非常的新，而且这个车超级保值啊，超级保值，能保值到啥地步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一年之后你再过来卖给我，你能赔10000块钱，我算你不得了好吧，算你不得了。你正常的车一年是赔2到3万，你冷门一点的车，说个不好听的，你就啊捷豹是吧，路虎这种车型啊，冷门一点的车型你都能赔个6-7万块钱，赔6-7万那是很正常的啊，尤其是那种什么跑车呀，哎什么超跑呀，超跑赔的还多，超跑一年可能得赔个20-30万呢。对对对啊，看一会儿我走的时候我自己锁，你就别管了吧，一会儿出去的时候自己锁。哦，带你们看一下外面刚刚那个二啥摄影师，那摄影师，摄影师又接客去了，摄影师，哎呀，又出去接客去了。欢迎催眠师，蟒蛇，这可不是蟒蛇，这是人皮啊。然后刚讲的是个凌派哈，这个凌派现在是8万多块钱，首付2万啊，首付2万。这三台车哈，凌派、
灰色的是思域，还有白色的最外面的那个是捷德哈，这都是首付两万就能带回家哈，首付两万就能带回家。店里有大骏马，大骏马是什么？我知道大司马，不知道大骏马啊。大 G 暂时是没收着啊，大 G 暂时没收着，昨天晚上我还在刷人家那做大 G 的那个直播间呢，暂时没有哈，暂时没有宝子。290-46180，汉兰达多少？汉兰达，汉兰达我最近没见到，但是咱家有一台哈，现在是应该是不到200,000就能带走啊，那个汉兰达是四驱豪华七座啊，那个是艾里森吗？这个是奥德赛，不是艾里森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奥德森啊，奥德赛有奥德森起来啊，奥德赛哈，这个奥德赛是2021款，安全行驶了10,000公里，全车原版原漆，现在只需要首付80,000哈，首付80,000，双侧电动门，中排可以前后左右调节，这然后还有带腿托啊，而且车主还给你们贴心的装了这个全车360的一个大包围啊，大包围脚垫。它这个全车是原本是白色的，然后车主给你们贴了一个上下啊上黑下白的一个拼接色，几几年的？2021年2021款，安全行驶了10,000公里，这个车现在是全款26万多哈，全款26万多，非常新。带你们看一眼，来看一眼前排，全车非常新哈。它这个褶皱啊不是做出来的，它这个褶皱就长这样，后排基本上没有坐过人，它也长这样，它就是这样设计的啊，是这样设计的，它不是说是那种平站的一个这个座椅皮，就长这样。这个车基本上没咋开过，就10,000公里，实表啊，实表。然后带你们看一下旁边的 A6 线，哎呦，打个喷嚏，还没给我自己打出去。双侧电动门啊，这个是双侧电动门的。然后带你们看一下 A6， 咱家这个 A6 是16年的 A6 啊，16年的 A6 安全行驶了90,000公里啊，是实表。它这个车况是原版车况，有圈漆啊，有补漆，补漆比较多。这个车现在是19万多，不到20。座椅是这个车主才给你们翻新过的，座椅非常新哈，座椅非常新，才翻新过。带你们看一下车内饰。这样看，多功能的一个方向盘，然后它这个其实是一个中低配的一个配置啊，16年的车中低配的一个配置啊，带天窗的，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咋形容，这个挡把，这个挡把像个保龄球一样吧，也不算吧，反正就这种半圆的一个挡把啊，你们回头不喜欢这种可以换成那个小圆球的呀，或者是飞机挡把都可以啊。有途观 L 没有？有的哈，有的。而且它这个是升降屏啊，升降屏经典款，我搜一下叫啥来着，途观买啦，2.0T 还是2.4自吸？咱家这个 A6 哈，它是2.0T 的哈，2.0T 的。途观卖了啊，途观才卖。有途昂，途昂喜欢吗？就我家现在不是在这条街上吗？这条街上有那个3家店啊，然后途昂现在在老店，我现在的这个是新店啊。如果说你想看这个车啊，你给我发个私信，好吧，发个私信，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。19年的途昂，29,000公里，现在是25万多，四驱豪华版的380的啊。如果说你想看咱家的哪台车，你可以找我要个链接啊，然后我把链接发给你之后，你要不想看这台车了，你可以点下面这个进店啊，进店然后点允许，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就会有一个，哎呀，就会有一个这个什么这里啊，不是选择品牌，它是这个可以选择价钱啊，可以选择价钱，价格由低到高，公里数由少到多啊，都是可以选的，都是可以选的。哎，这个 A6 是30TFSI 吗？主播是的，哎，是35的吧？我瞅一眼，别急，给我问，别急，我给你确定一下哈，我给你确定一下。
咱家这个 A 六是没写，它就是14款 TFSI 标准型，我记得好像是35的。啊，要不你给我后台发个私信，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，或者一会儿我具体给你问一下这个车，我把这个车的详情回给你也行，好吧？但是你得先给我发个私信，我把这个车的这个东西，我得找到你这个人首先啊，找不到你这个人是没有用的，我也找不着你，咋给你说呢，对吧？这个是咱家的老款的 A 六，里面还有个新款的 A 六。这个老款 A6 现在是不到20，19万多，首付5万就能带回家。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17的这个什么，这个森雅 R7， 好像老板说卖了，这个车应该特别便宜，几万块钱才卖。然后这个是咱家北京现代名图哈，现代名图是8万多块钱，空间是非常大的。名图哈，你可以对比一下其他的车，几万块钱能买的空间这么大的车属实也不多啊。几万块钱你想买个空间大的确实不多啊，而且它这个车开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，主播来个舞蹈，这样算吗？啊，脚上美甲终于舍得换了，就你一个人注意到了，真的，你是第一个注意到的，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。来看一下这个北京现代名图哈，真皮打孔的一个座椅，多功能的一个方向盘，而且它这个车基本上没什么磨损，跑了5万公里，16年的车跑了5万公里哈。实表也是实表，咱家基本上收的公里数都是非常小的，对于它那个同年限来说公里数很小，而且它还给你配了一个全景大天窗啊，有迈腾没有？迈腾有啊，宝子，迈腾有。你们这样吧，宝子们，真的，你们想要看哪个车，你只需要给我后台发个私信，就问迈腾有没有，然后我把那个链接发给你，好吧？不然我这样说你自己也记不住，我刚说完你就忘记了啊。现在这个只有一个17年的迈腾，6万公里，现在11万多一点啊，11万3。主播个人抖音号多少？我个人抖音号叫做四天王助理，那个就是哈，林肯。私信疯了，那咋整呀？那你让我咋给你讲呀？我加关注我都来不及呀。林肯现在暂时没收着，我的林肯马上就回来，但是我现在不想卖我自己的车啊。来看这个福特福克斯啊，福克斯首付13000即可开回家，车是非常的便宜啊，而且是自动挡，它是13年的车，跑了9万公里啊，公里数从13年到现在也有个9年时间跑了9万公里，一年才1万公里，公里数很小啊，而且它是针织布艺加那个加真皮的一个座椅啊，针织布艺加，这是个柳絮，把它捏走。收车吗？收的呀。但是我说句实话哈，宝子，我真心的，我说句实话，你现在最好不要卖车，你要么你再等等，你但凡你再多等2个月，你的车有可能就要比现在要多卖1-2万块钱，知道吗？我不骗你，我真的，我是说实话哈。因为现在我们收车啊真的是太狠了，收车价都低得很，所以说你们现在买车是划算的，但是卖车是真不划算，卖的你裤衩都没有了，知道吧？啊，来看下一台，咱家这个奔驰 C180 啊，奔驰 C180 就是刚刚我讲的，但凡你开门一股女人香啊，超香，巨香，我就感觉哇，我进了这个女人的怀抱，好香，每次进他车我都好香。来看这个啊，小姐姐的一手货哈，这个车贴的不灵不灵的，闪闪的转啊，蛇闪闪惹人爱，山叉星辉。这个车是19年的，跑了20000公里啊，全车原版原漆，现在只需要首付几万，7万吧，首付7万。它是黑色的真皮和黑色的实木一个拼接的内饰哈，包括中控也是黑色的啊，经典的一个白外黑内的车。白外黑内啊，这个车现在是全款24万多哈，小姐姐的一手货。我这个车真的，我每次见这个车，每次坐这个车，我都要夸它，真香啊，真香，谁都没它香。目前我们收这么多车下来啊，
有没有香水的都没它香。它这个车，而且我还没找到香水在哪，太香了。你们如果说不相信，你们可以自己过来看一看啊，过来看一看，那是真香。你这是什么袜子？就是袜子呀，还反光。我更香，我可没有那个车主香啊。我实话实说，我确实没那个车主香。哎，一层丝呢，我这不叫一层丝，我这叫双倍快乐啊！去哪儿也找不着我这种双倍快乐啊！来，我们继续讲这个别克的 GL 八，海鲜味儿大，海鲜味儿大多难受啊！一股腥腥的味儿啊！我说的是真正的女人香，你们不懂什么叫女人香吗？来，到我这儿来，我给你们讲什么叫做女人香，好不好？我把那个车门一打开，我把你塞进去，给你直接腌入味儿，好不好？刚看了一个主播卖车，直播间刚封，那你快别来了，我觉得你要过来，我说不定我直播间也要被封了。啊，这时候一定要点一波关注了啊！这时候一定要点一波关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。因为甜甜人美嘴还甜啊，但是我要是叫啥来着啊，我想想啊，我想那句话咋说来着，想不起来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那句话叫啥，叫做那句话叫做啊，人美嘴还甜啊，点点关注就像捡到宝，丢了那是真的不好找啊！感谢陛下送的你的讯号，看看空间，感谢心安的玫瑰花。你说这个是别克 GL8 的空间吗？来带你看一下别克 GL8 的空间。现在我坐的是这个别克 GL8 的一个中排哈，它的前排是这样的，合资车的这个发动机哈，属实确实是没话说，你开过就知道了。别看那个广汽传祺 GM8 长得好看啊，非常的好看，我说句实话我都心动，那个大前脸，那个内饰做的啊，那个颜色配色太漂亮了，但关键就是这个发动机啊，确实没有人家合资的好啊，确实没有人家合资的好。有脚托吗？你说我这个吗？我这个没有啊，我这个没脚托，你说腿托吧，中排没有，我家的这一台啊，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素车，没有改装过。如果说你们想要把这个车拿回去改装的话啊，改装空间还是非常大的。不管是你想改什么航空座椅啦，还是说是想改这个木地板啦，还是说想改什么隔音啊、音箱啊、啊天窗呀、啊、这些氛围灯啊这些东西啊，你可以拿回去随便改。因为买这种车的人哈，基本上都是要拿回去改的，都是要拿回去改的。做我个人抖音号多少，我个人抖音号叫做思田王助理哈，思田王助理那个就是传奇的车，挺香的，是挺香。我现在我给你们搜索一下，看我家才上了一台传奇 GM8 啊，车很漂亮很漂亮，但是啊，我们开过的人，我实话实说啊，它没有那个合资车开起来舒服。带你们看一眼，看人家这个霸气大前脸，看见了吗？漂亮吧，啊，它的内饰也很漂亮，它不只是那个啥，不只是它的这个前脸漂亮，它内饰也很漂亮。这个改装的不行，我见过一个那个 M8 改装里面是叫什么蓝白的一个配色，真的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那个车关键还便宜，才11-12万，这个车贵，这个车是21年的啊，是21年吧？对，21年的车啊，21年21款，然后现在是19.9万，国六的。它是高配的哈，高配的。22款的 GS8 动力可以的。啊，你得，如果说你要专门研究某一款车的话哈，那肯定是行的。但是我就是实话实说，咱家哈哪一款车和哪一款车对比一下，我确定我可以推荐我的宝贝们更买哪一款入手更划算啊，性价比更高。主播戴眼镜更有杀伤力，我现在不就戴着呢吗？天上飞机最高，地下啊，我戴着眼镜呢。啊，现在我带你们看的是咱家的别克 GL8， 咱家不只有别克 GL8， 外面还有一个本田的一个奥德赛啊，还有什么广汽传祺 GM8 啦，啊，还有
艾丽森啦，其实前两天还收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叫什么来着，90多万的那个，哎卡了，卡叫啥忘记了，多少公里，这个车现在是跑了6万公里啊，实表6万公里，全车原版原漆。好嘞，好。对，埃尔法。哎，我家的车我都记不清，我的粉丝比我记得都清。我这搞的呀。对，前两天还收了个埃尔法。那个车当天不是给你们直播嘛，然后第二天下午就来了一波客户，说是看抖音直播来的，然后就是说过来看看，我以为他就过来看看的，结果人家下午过来看，晚上就办完提走了，那是真快，你想都不敢想，接近100万的东西人家买走了，好几天没看到你了。是的，我这两天休息了啊，这两天休息了，没有助理拍的吗？拍啥呀？没有人给我拿，现在这拼多多又啊呸，不能说这个词儿。某多多又喊我去拼东西了，天天诓我骗我，这口音像罗三的。不是啊，我其实我就信阳市区的，但是你们要说我是哪儿的我就是哪儿的，人家评论区说这口音听起来像那个啥，像故事的，然后我就说是的，嗯，鹅块特别好吃。哎，那句话咋说来着，是说的鹅块不，我都不知道我点了多少赞，手都要废了。感谢我的宝贝们的点赞哈，感谢宝贝们的辛苦点赞。那老板兴奋的不知道干啥呢，不知道以为他在里面这有妹妹呢，你也高兴。感谢大家的辛苦点赞哈，感谢大家的温暖陪伴，深情不及陪伴，厚爱无需多言，感谢大家点赞，祝大家生活都是有钱又闲，身边有良人相伴，事业勇往直前，生活越过越甜。看看迈腾是吧，咱家迈腾现在在老店啊，迈腾在老店，我给你这样，我这样带你看啊，我家的所有的车哈都在这个链接里啊，都在这个链接里，如果说你想看啊，想看的话你给我发个私信，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啊，就比如说这个迈腾你点进去啊，点进去，然后这个就是迈腾。如果说你不想看那个，它的右下角还有一个进店啊，我这里自己的是看不见的。右下角还有个进店，你点进去之后是咱家所有的现车哈，所有的现车，有雪佛兰迈锐宝吗？才卖呀，宝子，你真的是太不会来。我家迈锐宝还公里贼小，才跑了3万公里，没福气啊，宝子，你真的是没福气。但是和雪佛兰迈锐宝同级别的车还有非常多哈，比如说外面的一个名图也是8万多块钱啊。然后跑了5万公里，那个车现在是首付2万就能带回去啊，就是这个北京现代名图啊，跑了5万多公里，然后首付2万就能带回去。有冠道吗？有 URV 教授，有 URV， 感谢艺人的小心心。然后再从这边看啊，这边的也是首付2万啊，首付2万的车型，这个第一台是咱家的本田的一个捷德啊，本田捷德非常保值，这是我们老板娘的车啊，老板娘的车，多少卖的来迟了，那你指定是来迟了。那几天我天天都在说那个车，我说强烈推荐你们赶紧买呀，那公里数是真小呀，真小啊，然后你们就不听。这个现在应该跑了6-7万公里，这个捷德也是首付2万，但这个公里数也很小哈，这个是本田的一个思域啊，本田思域比那个雪佛兰还要再保值一点哈，还要再保值。这个思域也是跑了35000公里实表啊，35000公里实表，这个车是7万多块钱，首付2万啊，首付2万。捷德多少钱？捷德应该是9万多块钱哈，9万多块钱，首付2万就够了。多少 URV？URV 啥车况 ？URV 是2019年的车，跑了6万公里，全车原版原漆，那个车也是首付5万就够了哈，首付5万就够了。URV， 原版原漆的车啊，原版原漆的车。然后这个凌派啊，本田凌派也非常保值，这个车现在也是首付2万。首付2万，哎呀，